和撸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塞尔达王国之类的神庙攻略。把小球搬下来当踏脚石，直接放一个小球会滑走。把刚才那个小球搬过来，两个球组装到一起，这样正好卡住。看样子就需要三个球，把刚刚那两个搬过来，三个球组成一个三角形，再用中间的镂空柱卡住即可。轻松秒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们不要忘了点个赞。我是花花，我们下个神庙再见。